Permission，这个 permission 就是取得什么？取得一个什么呢？取得 GPS 的坐标。那这个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取得 GPS 坐标有两个方式，好，两个方式。这边的话呢，有一个叫 SS，Find Location。这个 Find Location 哈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指的是什么呢？Find 指的就是比较好的，那比较好的实际上就是透过 GPS 取得我现在的经纬度的一个 location。哦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这边上面有一个什么？这个叫 course 的 location。那 course location 呢，实际上是比较粗糙的、比较不明确的一个 location。那不明确，实际上也还是知道说你大概的位置在哪里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是透过比如说3G 或3.5G 的基地台，基地台三点也可以做一个定位。可是基地台的三点定位呢，通常它的距离其实会蛮远的，所以定位出来的位置当然没有 GPS 来得精确。那 GPS 当然目前民用的那个 GPS 虽然哦，它不是非常的精确，可是至少它的误差值哦可以到5公尺，好，5公尺就是说至少堪用哈。那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今天要取得 GPS 的相关的那个讯息，就是我GPS 的这个 location 的话，我还要增加一个 permission，叫做 access find location，那并且要把它 add 进来啊，不，把它这个地方哦点一下 use permission。那至少啊，一般我会建议就是这两个哦。那 close 的另外的那一个permission 哦，你可以视情况看要不要增加进来，至少要有一个 find location。OK 之后的话呢，哈，把这地方做一个 save 之后呢，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把它 run 起来之后，那在我们的模拟器里面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地图哈，至少它可以移动，然后呢可以放大缩小，放大缩小。OK，那再来就是说呢，哈，我们上礼拜好像讲到说，底下可以按下 menu 键之后的话，那我给它几个景点，当我点了其中一个这个点之后呢，它可以帮我跳到某一个点，那但是呢，我必须要给它一个 location。那这个 location 呢，当然查询出来的结果，它一定是到小数点的第六位嘛，哈。可是呢，这个 Google Map 呢，你不能够给它这个 location，而必须要给它那个 geo point。哈，geo point 的话呢，一定是要整数，一定要是整数。OK，我想各位哈，先把这地方先实做出来看看好了，简单稍微做一个复习哈。因为你如果这个部分呢，你做不出来的话，后面呢，应该哦，你也没办法做出来。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